你知道卡波妹可以吹多远吗？实测给你看 ，Let's go！ 先来看看传统电风扇能吹多远。九位妹妹准备好了吗？哦，一个洞，两个洞，手上的面子都动起来了。哦，到第六个就不动了哎，换卡波妹来试试看。哦，都动起来了，都动起来了。就连最远的14公尺距离都吹动了，不愧是卡波妹，凉风吹拂最远可达17公尺。